这个是蓖麻啊，这个是蓖麻啊，那个茎不是可以做那个麻茎的皮可以做麻绳的吗？用手机程式形式 APP 拍照辨识知道了，没有确认。那、啊、这个叫金合欢哦，金合欢，你看那个花苞，然后花有黄黄的，还是才叫金合欢的了。有这个看来白白的，怎么会长在西边呢？啊，还有钓鱼的呢。